连鞋店都有，哎呀，真的是。我现在在八八风灾英雄救难纪念碑这边，我觉得很难过，看一下地上有什么东西。这里的烟蒂少说也超过200根以上，我可以的话，也许可以请有关相关单位这边放一个收集烟蒂的地方，或者是自己的烟蒂自己带回去，不要污染大自然的环境。我们不能控制别人，但至少可以控制你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动作，把一些烟蒂捡回去。虽然我们不能捡完所有的烟蒂，但基本上我们就尽一点自己的能力，能做多少就算多少。就是自己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状况，是要么就不剪，一剪的时候就好像上瘾了，就觉得剪过之后路面变干净，自己心情也好。当然我还也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不要乱丢垃圾，不用等到别人来改变，自己可以先做改变。虽然剪的不多，但 better than do nothing。 哦，我的大腿有点酸，然后刚刚才骑完车，因为要蹲下来还蛮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至少我们沿路上的烟蒂都剪掉大半了，我累了，就暂时先这样吧。